只要打了119以后，电话那个派遣人就会协助你去做后续的一些处理。嗯，那这其实就会让我们的民众更有信心，觉得说我自己不用做所有的决定，会有人来帮我，我只要配合他就可以了。嗯，其实，在我们的教学中，我们也会很强调一些行为科学理论，就是希望说，告诉他，你建构你的自我信心，自我信心可以去建构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意图，然后让他去做这样的行为。但是面对没有这样子资源的一个学校的话，我们会有所谓的安宁急救营。对，我们就会直接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所需的，像 CPIAD、义务梗塞跟止血的一些技能。重点就是你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体验。嗯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如果真的有人需要急救，你没有思考空间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成为帮助别人救助闪电黄金一秒的那个人。